大家看到我都问我说啊，你敢请假到白云到底？对，一定会这样，真的哎，在天上一举头我就看到白云嘛。哎呦，那我就说啊，我真的不能做坏事，因为白云都在天上看着我。哦，人在做，白云在天上看。隔一天。隔一天的新闻就说，你看杨秀慧在对白云告白，爱得很深，放闪啊，放闪啊，放闪！我请假去，我希望2023年不要再提到白云两个字。那个过年家人团聚的时候，有秀慧姐在就热闹，哇，是是是，气氛很适合过年呢。对啊，你很适合过年，够差啦，没有了，就差，就差啦，哦，老累了，真的啦，热闹。我为什么较起码唔敢嫁人，你知唔知？因为我今日出边嫁饼吼，哎，我差点。哎呦，怕问秀慧姐跟我的爹，你有什么问题是害怕的？没有吧？你要结婚无啦？哎呦，像那个起码还都无对象啦，是，啊是讲你有对象，你唔敢讲。哎呦，连亲戚朋友为着你的婚事拢足苦恼的呀，比你还要急。我想来想讲，我咧点点管你什么屁事啊？啊，听好了，你哪来足受气啊？你。莫安尼啦，大家都亲戚嘛，你应该用一首歌来唱给对方听。什么歌？对，这位亲戚，你问我要不要生小孩，我是很难回答你。哎呦，真的耶！你是老 Coco 呢？滴答滴，人家 Coco。原来你刚刚唱滴答滴。滴答滴，滴答滴。我刚想了一下，我也在想，我以为是鸡之歌的新版。老 Coco， 这位亲戚。我昨夜瘦了，音乐人，喉咙，喉咙，原来真的啦，每次人都被问到说，阿弟啊，唔爱结婚啦，阿弟啊，要结婚无啦，哦，阿是讲，阿弟啊，你佫唔结，阿你无头生囝呢，像都要落棋啦，伊讲，小姐，我要送一个东西，我说你要送我什么东西？他说这是我代言的，很好用哦。真的很秀慧姐，这个叫十分聊瀑布。十分聊瀑布是什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十分聊瀑布，因为本来有那个窄轨的列车会过，在一些居民。十分的，十分聊那边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这些瀑布有没有搭起啊？后来就停止经过这。平息了，十分了，十分了瀑布。好，来了，最怕被问的 top one 哦。好，来，电视上艺人新闻都是真的啊，有没有八卦可以讲一下？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讲一下？讲一下啦。人家一问这种事情的话，你怎么回答？男生问我，我就会回答他说：“嘿，老男公你就像周杰伦的，你敢不相信？”那是查甫问我，我讲有人讲你就像林志玲的，你敢不相信？哦，他们就会处处，这样会伤到人啊。我有没有八卦？我讲说那个秀娟长得像白云，是因为真的很像。来上照片，上照片，来，不要秀娟，上照片，秀娟阿姊，对啊。现在大家看到我，都问我说啊，你感情这样跟白云到底？对，一定会这样，真的哎。白羊恋？没啦，没啦，真正没。啊是有，你唔敢讲。哎，我真正没啦，包括我去新竹去作秀。然后新竹市长那时候还没有改选的时候，新竹市长上台致辞，还跟我说：“也发了啊，白云为什么没有来？”我说：“新竹市长，你日理万机还要关心这个事情，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，这个合理啦，对吗？包括我有一天去我朋友的家，在他的庭院躺着躺椅，看着天上，一举头我就看到白云嘛，哎呦，那我就说。”啊，我真的不能做坏事，因为白云都在天上看着我。哦，人在做，白云在天上看。隔一天，隔一天的新闻就说，你看杨秀慧在对白云告白，爱得很深，放闪啊，放闪啊，放闪。我请假去，我希望2023年。不要再提到白云两个字，这是我人生中的噩梦。OK， 啊 ，OK 了，越来越像老夫老妻。对啊，真的好像在斗嘴的感觉。对，够够可爱。有没有其实都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啦，真的没有啊，有没有就没有，几行烟烟蒙蔽了，我们也是乐见。